谢谢。谢谢我们的运动啊。是的，欢迎各位，也要谢谢我们的林图婉把首秀的舞台好了交给了我们的薇娅狂欢节，也要欢迎各位。这一次的表演呢，也是我们的林图婉成团之后的舞台首秀啊，所以先来问问感觉怎么样。刘宇现在满头大汗，一口我所有人都满头大汗。我觉得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来到521薇娅狂欢节，谢谢。我们刚才也在后台看了很多前辈和老师的演出，我觉得特别棒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把自己的演出做好，然后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棒更好的演出。谢谢。这样好不好？接下来我问一个问题，让大家一一来回答一下。好。因为618很快就要到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成员们，有没有什么想推荐给大家的购买的好物呢？刘宇，我啊，我觉得我618想买的是电竞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吗？哇，电竞我也有，我猜准不准？对，跟我猜。刘宇肯定要给我推荐垫肩。我昨天在网上看到那张图片，我觉得有点旧。可以，这真的可以有。那可以约一下，回头那个薇娅直播间开卖垫肩的时候，去他直播间做客，好不好？我怕你一会跳，我说哎，垫肩哎掉下来，接尾带。好，谢谢刘宇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赞多要推荐什么？我想给帝王买按摩椅。按摩椅。还有我的自己的。自己的衣服，好贴心哦！这个时候还没有忘记绿丸，我们要谢谢赞多，谢谢。接下来米卡，我想买新电视，电视，因为我的身材的真是一点点不舒服。哎，我又想起他宿舍里的故事了。提到宿舍，还有一个人应该很难过，小九，你想要买什么？我后来是我先买中国好吃东西，好吃的，因为我还有很多没去过，所以我现尝试一下。小九，下次没有去过地方没有关系，在薇娅的直播间，中国哪里好吃的都可以买到，我帮你打包带好。哇，师姐要我们可以，那没问题啦，没问题啦。好，来看一下林墨，我想买个教室，买个教室，教室，买个教室，太可爱了。来，不买了，就买个教训吧。是是是，我相信其实经过这件事情，其实已经很多人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也希望下次林墨能够多多的加油，好不好？所有人都会为你加油打气，谢谢林墨。好，博越，哎在，想买给我爸买个那个脚部按摩 SPA 的那个机器。哦，对，那个啊，对，20号不是那个父亲节嘛，正好18号买就差不多2天就到了。是。真的很孝顺。再来看一下家人，我618的时候想去薇娅的直播间，看到啥买啥。凑单。我跟你说，家人，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加购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可以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去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看一下我们李浩宇。好。我想买一个书，就是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对，我想买这个。是。没有问题，这个薇娅姐就可以送给你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好的，谢谢。还在不断的学习，中文真的越来越标准了。接下来，周根宇，我想给我们大家就是团员们还有我买运动鞋。运动鞋？对，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去练舞，然后最近就是我们经常穿板鞋那种。然后其实时间久了脚上会磨出那个茧，是，所以就会想找一双那种有软一点气垫的那种鞋。哦，这个薇娅直播间可以承包吧？可以，没问题，基本上满足，都准备好了各种零食包，各种东西，包括按摩椅啊，投喂可以包吧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刘江。大家好，我想买一台好一点的电脑，然后帮我的对我们做出更好的音乐。哇，是的，
乌雅已经感受到他们的那个愿望清单了，对不对？心愿，但是我还是有一些问题，我可能我很想问一下，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来乌雅直播间，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不用回答，用手指。我想问你们当中谁是购物狂，特别爱买东西？购物狂。谁？这个求助之旅。来，第二个问题，你们当中谁最会精打细算？精打细算，我吧。博越，博越。其实，因为我们其实才住在一起快一个月，我还比较不出谁最精打细算。嗯，但是我觉得最不精打细算，我知道谁。啊，还是刘宇。但你知道吗？就是购物狂和精打细算和买的东西不一样。对，我问一下你们这些，你们买的东西中谁的快递最多？一二三，那还是你那个。我刚刚想啊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你是购物狂啊，又爱买东西，然后又最多快递。最多快递，刚才你要说的指控他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壁咚，对了一面墙全是他的快递。他住 A 栋墙啊，他不会没拆吧？他住在 A 栋，没拆。他住在 A 栋，然后快递多到 B 栋，看到我们，拆，下次再不拿我。他已经按买到什么程度？按买到快递已经到别的旁边那栋去了。然后这还什么？刘宇，你要回忆一下，刘宇，回忆一下这个。下次再不拿我们就给你拖走了哈。对，怎么那么暗呢？话筒递给他一下。里面也不是全是我的快递了吧？全是你的。我觉得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薇娅直播间，但还是有点小遗憾，嗯，为了一个人。对。但是我们要祝我们丽婉，祝她快点康复，早日康复，身体好不好？是的。大家都知道啊，今天呢，因为是我们的521，我们的薇娅狂欢节。昨天呢，就是我们的520，今天呢，也是你们成团之后的一个首秀。所以今天借助这个机会呢，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很多话想跟粉丝说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一一的跟粉丝来表白一下，好吗？来，今天也是我第一次，和这么多人一起过521，然后我也想的是以后呢也可以和你们过许许多多的521，然后最重要的还是想要把更好的自己展现给你们，谢谢。其实我觉得也是今天他们来，我也很激动，因为我们的团队已经疯了，对，他们已经完全不在自己的岗位上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成团夜，然后那天我是临时节，但负责临时节那个主管他没有上班，他给我请了假。他说今天是我很重要的一天，他就现场看你们表演去了。是。然后凌晨5点多。